好，开始。好，欢迎回来。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第五人格深渊的呼唤六中国大陆赛区预选赛的抽签仪式。我是小小，我是解说克苏鲁童话啊。那终于我们大家相信屏幕前等了很多了，对吧？包括我们这个直播间弹幕都已经全体起立啊！这毕竟抽签确实太然后什么？我们想一想，然后抽一个，抽个分组，然后微博抽签的规则，第五人格深渊的呼唤六MRC 将于3月4日。热力开战，好吧，这三支队伍，然后再加一支民间大神队，哇，好看了！八支海选晋级队伍将与八支 IBL 俱乐部队伍共同争夺深渊的呼唤六总决赛的7张门票。没错，我们本次大陆预选赛分为小组赛、复活赛两个阶段，再加个斗舞进去也行。同一抽签室内，通过随机抽签分为加微博 MRC 斗舞相应位置进行八强 BO 三的双分在一组。帅，上天保佑！组胜者组冠军以及败者组冠军将获得晋级全球总决赛的。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民间大神队 TUL 确实是我特别看好的一支。TUI 是吧？对。没错，那我们八支还他那个 I 是大写的啊啊啊啊！好好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念错了。TUI WL 以及 ZSOL。是的，那我们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 IVL 的职业战队，那就是 ACT 斗舞 FPX 朱雀 GR GW MRC Reborn 和 WBG 了。特这个别看好，没想到第一次见面就是这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对吧？我们这边也已经旁边的抽签的也准备好了，我们也是看到我们这个包装，就是我们把这个所有16支队伍的一个名单啊放在上面。那其实有个很简单，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是什么呢？有句顺口溜，先抽八个是互相没关系。很简单的时候，有个观众问15号链接好吗？15号链接现在回答不了了，我们现在很紧张，在看抽签呢。老杨紧张的话都讲不出来了。看到万一职业队都放到一起，杨宗鑫，你站起来没有？我现在就站着呢啊！好，话多说，我们赶紧有请我们的裁判进行先抽我们的第一个。第一个，看一下今天抽出的第一个幸运儿是哪一支战队 ？WBG。这个声音，我觉得是一支民间大神队。WB。民间队还职业队？民间队 HY。HY。虎牙。是何旭花渊啊？没错。虎牙是什么队啊？基本上。你讲小声点。我们之前一个青训营的一个比拼的。其实也有很多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选手吧，玩家，人家叫 HY， 我比较熟悉的像西同学，他现在打一手雕刻，之前还是个 SE 的一个大象，对吧？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破轮，像宠爱这样子的，九魔哥，对，没想到他们是第一组就出现了，宠爱在 HY 啊，哎呦，那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哎，宠爱现在打破轮，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他的那个小丑啊？肯定不能的，不不不，他现在打破轮了，他。拿不出来，小丑拿不出来的，小丑怎么拿出来比赛？小丑如果拿出来，哎呦 ，GW，W 啊、如果我们有机会能看到小丑，我给你们直播，不对，直播就算了，到时候给你们视频跳一段。我们 IBO 秋季赛的一个班底的，而且其实他们在秋季赛的一个表现啊，我觉得是进步非常明显的，期待他们深渊六。他们肯定有别的监管的呀，宠爱，宠爱可能上来绝活破轮打一波就换了。战队会带来什么样精彩？对，而且 GW 他们特别擅长去开发一些自己的一些就是独到见解的体系。好，我们来请我们裁判抽出我们第三支战队。其实前八支队伍的话我们还是比较平衡，重一波重一波，紧张的是开始第9个签啊。对，反正都碰不到嘛，先看先看 WBG。 哎，真是，哎 WBG A 组第二个，大家非常熟悉了。是，那这样子的话已经出来了。姚宗鑫人呢？你在呢啊？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就是原班人摇摆着呢，好运来放着呢啊啊！他在放好运来啊。好，你得看，那就是第10个抽出来的就跟你们对垒了。现在抽到的好像跟你们应该也有关系吧 ？A 组是 HY 和 WBG 都在 A 组了，对吧？啊，对对对对对。后面应该有个路人队了。民间队还是职业队？MRC， 哇，是的，怎么 B 组已经有2支职业队了呀？待会儿，然后 B 组这边全职业 ，A 组这边就一个微博，不会吧？哎呀，这两个字 WBG， 常规赛打得非常非常的好，对，那只是可惜在了后半段和一个后面的季后赛阶段呢，稍微状态有点起伏，希望他们能在深渊六打出自己更理想的一个想要的一个梦想吧。斗舞上上签，调整。
又也是恢复到抽到第十个爬出来抖五。下一个战队第五支战队，第五支战队 A 组第二个，看一下，感觉是支民间大神队。哎呀 ，ACT，ACT， 哇，这抽了五支战队，四支职业，太刺激了吧！这个职业现在其实分的还行啊。对，那 ACT 的话基本上现在也是保持一个原班人马嘛，而且我们知道 ACT 他们在秋季赛的一个常规赛整体的状态呢，就是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顶的。 A 组就是我们这个历史的最好成绩，但我们打了对吧，那当然在我们要打的话打到第十个，也是希望他们能在这会儿就看明天下星期打谁了。对，那接下来也是抽出我们的第六支，不是不是，我们给这个打还没出来呢，看第六个。对，就把职业抽出来，抽出来，职业，职业，该来民间队了吧？职业，职业，是的，职业，职业，给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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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他，来，给他，给他。不是，不是，不是，标志不是职业 ，T U I，T U I 很强的，老杨。我熟悉，我熟悉，大雕哥家那个。博弈。最高对对对，博弈，博弈，博弈。博弈水渊都在 T U I， 然后好像那个上赛季的榜一、榜二好像也是他们这边的，榜一、榜二的人皇。都在他们阵中，可以可以可以，也给他，也给他，很强大他们。送给 MRC。对，这支队伍是我可能特那个字不能讲啊 ，best。非常非常靠前。来，请我们裁判抽出下一位主战队。是，那我们前八个签马上就要。哎，路人队，路人队。我们知道是什么呢？是这八支队伍暂时动不动，对吧？路人，我路人。后面是民间队还是？现在路不路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吗？又不是又没对上你们。我们 A 组的，反正这支战队的话，反正是我们 A 组的，都是我们 A 组的绝活监管者，谁呢？梦境的枫叶，梦境啊，孟老师在这支队伍啊，没错。我曾经我记得在上一届声援说过，叫什么叫枫眼若成情为镜。B 组了，今年职业梦境，职业，今年继续看。兄弟们跟我一块儿玩，而且今年职业出场了非常非常多的职业，职业，职业，职业是他们阵中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像小 V 啊，像关关啊，什么都是非常直接期待的一职业队，兄弟们。这一组的铁职业都要在我们深渊的发挥。对，那接下来我们拿抽一下。下一职业是的，斗五现在还没，斗五跟吉亚还没出来。斗五吉亚，吉亚，吉亚出来。队伍的最后一个，这个就吉亚，哎，吉亚，吉亚，我知道，就吉亚。斗五跟吉亚还没出来、啊。吉亚出了，吉亚出了，就这个，就这个，就朱雀。哦 ，F 也行，朱雀。朱雀的话，他们我们知道他们之前是也行，也就现在已经出了五支职业战队了。还有三只 GR 斗五跟 Reborn 对吧？我操，真打 GR 了，不会吧，兄弟吧？朱雀有一位老朋友，马上这真干上了，对吧？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碰上谁啊？后面就是每一个 GR 都我们打，有请我们打 GR， 抽出我们第九只，我们第一个打 GR 对阵了，来了，是马上就要就打 GR， 别的不要打。大陆赛对，就乐意打 GR 对战的队伍了，这会是最刺激的时候开始了。看一下，哎，我都随便，随便。把吉亚留着，还是职业队呢？什么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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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S A T A。我去 ，A 组全是路人队啊！我们熟悉的面孔，比如说，小雨，小雨的话也是之前，我 A 组全是路人队啊。细节对吧？然后像小还没出来呢，说不定你们就碰上职业队了吗？还有伊万也是从前像花铃，对吧？吉亚，我们一些给他，我不要了，他这样给他第一给 B 组民间打民间，给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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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更愿意看到像是职业打民间，给他是吧？但是我更想看职业打职业，我觉得这样的第一轮的话，我不想看，会碰撞的更厉害了。毕竟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我们对职业队的比赛，好，那我们看一下，看一下 GW 二三四，给他已经五支职业战队出来了 ，GW 打 G 啊，三支职业都是 G， 你俩就是打。其实民间打职业的完了，这就是 G 啊，我看见了。加哇，真是加！看着打谁，这是要打 GW， 对，来了呀，开始了，真正的这个职业加打 GW， 路人队。路人队，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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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WBG。路人队，回归到路人队，路人队，路人队。既然让你说中了，再打 GW 了，等我不得让我说中？这是路人队，这是路人队，路人队。WBG 的路人队，激动，哎呦，你很激动。有请裁判。等我，等我。路人队，等我。路人啊，不是
WL 战队 WL 战队有一位是就是我作为一个玩家我特别熟悉的、我们的鱼女绝活佩佩，是我们一直是长期作为我们鱼女榜前的一位选手，一个当时路男组什么呀，我叫打击呀，你这个人真是狗，一个双绝活的小对象，他也会比较等我给他，等我给他非常大。对，你看 WL 他们本身阵中就有这个队是祁月吗？啊，祁月吗？裁判抽出下一支战队，给他，我不要了。这样的话，都给他 MRC 的对手，都给他 MRC 不会真对上斗五吧？这 B 组的也太死亡了吧？给他打职业吗？好，看一下，斗五，靠 ，B 组啊！女巫组首轮碰面，这个太劲爆了吧！B 组真的是血流成河啊，陈啊东玄他们女巫组这样的一些好平时的好友真的是哇，这样他们第一手就直接遇到真的是相信路人队，谢谢执迷不悟的灯牌啊，大家不用送礼物啊，不用送礼物啊，那有请我们裁判抽出下一支队伍，大家一起激动兴奋的看完就好了啊，我就剩这最后一口气了，路人队还有 Reborn 吧，是只剩下 Reborn 了，人不也行，哎，无所谓了，随便分吧，不要，不管了，哎，随便，来谁？也是路人 ，CT， 我记得去年还蛮强的，也是参加过我们很多届这个深渊 CT 这个队伍我有印象，老队长叶小肖对吧？一个绝活，全程路人了，黑组，一组全是职业选手，神啊，奶特，团长在 CT 是不是啊？一些我们前职业的选手，像纸笔啊，对，我想起来了，他在跟我说啊，博士哪张地图我随便打，然后碰上了该打这个 TUI 了，五队该打这个 TUI 了，你看百分百是，奶特也在，我预言全中，我预言全中今天，下一支队伍，是的。我是超凡侠，直接虎队出来了，这波虎队出了，虎队打 T U I， 符合他们铁虎队，这波肯定是虎队了，百分之百了，剧本是这么写的，虎队说会不会是哦 free 战队其实也有很多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榜前，那就看最后一抽虎队在 A 还是在 B 了，玩家对吧？哎呦，虎队也去 B， 谁也别来，黑组怎么路人队长？哇，哎，如果虎队去 B组全是职业队职业。哇，那这样的话，去 B， 虎队去 B， 也是黑组再来个路人。好，那还有最后黑组再来个路人。A 组还剩 F A F 啊，民间再来个路人 ，A 组还是路人。这个签到底是分给 Z S O O L 还是分给朱雀了？看一下。Reborn 吗？啊 ，Reborn A 组。那这样的话又是一个民间对阵职业，也行吧？对 ，Reborn 的话，也行吧？也是有。我觉得 Reborn 应该也不想去 B 组吧？也行了，这会儿 Reborn 也跟那边许愿呢，兄弟们。是经历我们。Reborn 也给隔壁许了愿了。金城佛相信他们也是有。Reborn 说我想在 A。备战深渊六。再过去打个朱雀也很辛苦啊，朱雀估计也不想 Reborn 过去吧？打完还要打七个。看一下。瑞梦也给隔壁许的愿了，兄弟们。没错，那我们朱雀凑对手就是 FAF 了。OK 了 ，FAF 也有很多我们熟悉的选手。好，可以，这个分组嘛 ，A 组在那边很开心啊，笑嘻嘻啊 ，B 组真血流成河啊。可以，勉强开心。然后他们队还有一个榜前的叫玄。可以。那当然，他们其实队里面还有一个，好像是他们队长叫农场主，这个 ID 就很有意思了。好，那我们这边就结束了啊。F 先出的话，我还想问一句话呢。我们也结束了。